家好，我饰演员张淼怡，在《当我飞奔向你》中饰演苏在在。20%的古灵精怪，30%的元气开朗，50%的勇往直前，然后造就了一个100%的可爱在在。第一集第一场戏就是在便利店我们对视的那个戏，因为那一场戏我们拍摄的时候等了好几个小时，因为我们想等他那个真的雨下下来，然后他就一直不下，然后我们就一直等，然后突然就是下了点雨，我们就赶紧拍，其实拍得很快那场戏，但是出来的效果非常好。肯定是有相似点的，就是我可能也是鬼点子比较多，但是我没有苏在在那么的勇敢直球，我还是比较内敛。请游客朋友们保护好自己的贵重物品，贵重物品你可要跟紧了。这个我觉得100个人心中可能有100个苏在在吧，这个反正我是尽到了我自己所能做的所有能力去饰演在在，然后我觉得他也是我心中最好的在在。你给我画个太阳吧，我的外号就叫小太阳，跟夏虫简直不要太配。当然你呢？向日葵。那肯定200%厉害，就这真的太会了，我自己看我都感慨，怎么这么会啊。我有个弟弟，他性格很好。你更好，谁更好看？我弟弟张老乔，他如果是100分，那你就是101分，这一分特殊，我永远都留给你。我觉得他应该是 E N F P 或者是 E S F P 都有可能，因为 E 肯定是外向，他肯定无疑是 E。 S 和 N 的话， S 是实感，比较注意细节，我觉得在在也很注意细节，然后N 的话比较靠直觉，他也很靠直觉，这个我不知道。然后 F 的话就是情感型，就是比较感性。然后 P 的话是什么呀？哦，勾是计划型 ，P 是比较跟着自己的感觉去做事情。我觉得在在是比较偏 P 那个跟着自己的感觉去做事。我会呀，我每天都跟着大家一集一集的在看，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放剧，我感觉很奇妙，就是又觉得很熟悉，又觉得有点陌生，因为在拍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心思放在这场戏应该怎么去处理啊，应该去怎么演，然后看剧的时候我就纯纯的作为一个观众我去看这场戏，就感觉是非常不一样。让让你上课吗？让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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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